台上看到 AI， 然后科技跟真实的舞者，他们在剧场里面，在空间里面相遇，他塑造了一种我觉得很神奇，一种新的神秘的仪式感，就会有一种哦，所以 AI 它现在已经透过舞者作为媒介，已经真的以真人的模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嘛？这点让我非常的喜欢。它会打破我们过去习惯看这种所谓的科技投影跟舞者身体的这样子一个关系，灯光、音乐。所有的舞者全部加在一起的能量是不断连续的，一直贯穿到最后一刻。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会觉得那样子的渲染力就是一次再一次的累加叠加上去，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涟漪这样子扩散出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推送的能量是一直在往前，就是我刚刚真的在现场瞬间理解播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准确的描绘我们无法用言语捕捉的那个内容。除了画面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惊艳之外，我看到那个幕后技术的强大，感觉到很高强度又高精致度的整合，让人就想说哇，这个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然后整个是没有想象过的一个表现方式。跨界很困难，但是我今天在播这个作品里面看到它融合的非常非常漂亮，一定要来看。因为新一代的编舞家怎么样在我们现代的科技里面依然保有了舞蹈纯粹的肢体以及表演艺术的那个艺术性，不要错过这个作品，有机会赶快再看，因为他很可能下次要再演不晓得多久以后。